兰迪，定我迎风兰迪啊！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，它是我的菜。我也是，嚎啕大哭，我不能再讲了。我喜欢，我变成他的粉。咳，阿思思啊，可以再咁样嗌啲，唔好咁平，苦味啲。有贴画吗？好像咱们一会儿上楼梯的时候，咱们可以稍微慢一点。好，路，这个走，加栋老师进。What？ 他是去便利店了吗 ？Stand by， roll。叶童的个性带点哀伤，那种哀伤我觉得跟梅艳芳很像。我们需要什么任务？好看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简单，然后很容易让观众共情的一个故事吧。那对不起，我的底价是1500万，就是一个老先生卖房子的状态，一个关于等待，然后关于钓鱼的过程。哎，等我一下，你这个惊喜，哇塞！我刚讲戏都不知道讲什么。接下来，王文演吴中天、关锦鹏导演。我是改子快乐星球。姜太公钓鱼的概念。看完《胭脂扣》的女人跟年轻人的一段对话。我兰迪，定我迎风兰迪啊！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，它是我的菜。我也是，嚎啕大哭，我不能再讲了。我喜欢，我变成他的粉丝了。因为三位老师都很喜欢，我突然要说一点反对的话。镜头的运用啊，太单一，太匮乏了。我不完全支持在技术上面，只要你打动观众，我就喜欢。那你们会投资这个影片吗？我表示怀疑，情感是过于直白的。我的情绪是我做决定的唯一的标准，我想干就够了。跟詹姆斯跟科比打球我还管输赢吗？跟他在一个地方我就很享受这件事情。阿关是我的同学，所有有关胭脂扣的事情我都会很喜欢。不敢当，看到很多年轻导演的作品非常有他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也希望跟年轻导演有碰撞，也想听听他们的指教。何尝不是你们老一辈的电影人和我们的一种交流。我很感动，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看过那么好的电影，我觉得我是个特别幸福的人。